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啊，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第四十一届日本棋圣战挑战赛七番棋的第三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景山裕泰九段和河野林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挑选了一盘日本的棋战的棋局啊。对。啊，因为许久也没有看过日本棋战了。 呃，哦、<在>看看这个井上裕太怎么样了？他们这个其实代表日本现在当今的最高水平。对，大旗胜是日本奖金最高的。对，呃、日本在国际比赛当中啊，最近呃战绩实在是不能说多好啊。哦、是的。呃，就是也很多大比赛都是有的一两轮就没了。嗯 嗯、呃，但是呢，他们国内的比赛还都是照常的进行、嗯，没错。尤其呢，传统的那几项大比赛，嗯，而且奖金呢不亚于我们的世界比赛，呃、对，都是挺高的。呃、而且我,<所>我前一段刚刚去日本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超市啊，便利店有一个很扎眼的那个杂志。嗯嗯 嗯，然后封面就是景山裕泰，对，就是说他啊，人气很旺，了，对，七冠王吧，嗯，啊，这些基本上现在头衔战都有他的分。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呃景山裕泰和何以林这盘棋，好吧？好，哎，那么景山之黑，嗯，之黑，然后白棋星对，像小目，是小目，然后挂角，挂角在这儿，高挂，高挂脱了。 走走这个普通的招啊哎，这都是日本，嗯、就是走的规矩规规矩矩的招比较多。嗯、然后他这手脚，哦、啊，那你要跳的话再挂什么的，又是那一个，这个应该是普通吧，这都<对>都有的，是吧？这个普普通通的招数，现在白棋飞,飞一个，对，在这儿啊、哦，黑棋那飞压一个，飞压一个，哦、然后白棋往那儿飞，这都是老定式。 应该说是多少年前就出现过的老丁式，看起来日本棋手的棋还是，呃，下的比较，呃，可能，呃，不像现在我们下的那些流行性布局，可能他们比较少一些。呃，老丁式下的多是吧？<laughs> <laughs> 对，<laughs> 我们这个现在下的这都是我们那个等于是自创，呃，就是善于战斗的那布局比较多。嗯，对嗯，现在都是属于走实惠的，<卡>喜欢实惠的。 压一个，然后再压、啊，这又是一个老定式，啊、呃、<对>直接就这么走。景山这么走，很早就在那一般这面比如说有两个子，<对>这么连着压居 <laughs> 多。正常的想法。哎、呃，正常一下。现在黑棋这么下，好像觉得有点太专注勉强了，感觉。嗯,嗯。但是景山呢，在日本得了七冠王，是七冠王吧？对。 太厉害了，哎、呃，这个在日本那等于是就是不可争议的第一人，哎、呃，第一人，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啊<实>，呃、但是他拿黑棋就这么下，嗯，哎、呃，第一人呢，有时候在日本呢，他可以哎、呃，天马行空，什么棋都可以下，到最后他都赢就行了，<laughs> <laughs> 没有对手，哎、呃，但是这个一到国际比赛，他好像战绩很一般，嗯嗯。嗯 呃，尤其跟我们中国下，<laughs> 那现在真的是，呃，就我见没见他都赢几盘棋。嗯、他，棋圣战就是日本的三大这个头衔战，棋圣、名人、本因坊这三大战到现在为止都是两日制的。<对>嗯 每方八个小时，读秒也是特别长，就是进入读秒了之后是一分钟十次、嗯对对。我们现在都是啊，特别长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比赛赛制啊，嗯、都是越来越快。嗯，哎、呃，都是适应现在的当今的环境。快节奏。呃，比如说电视转播、嗯、网络转播。是的。如果你两日制，谁还看呢？都等不及了。 所以，但日本呢，它不同，它不关着门我们就还按我们的传统。我们先慢慢算清点，不着急，<你><对>呃，不着急。<laughs> 我们这个我就按我们的规矩来，<对>这就是日本的他们的风格吧。<对>我想，<错>现在这么连着走之后啊，白棋抢了就当然要抢，抢这个，啊、呃，甚至你要再过分的往前抢一，但一般这个足够了，哎、呃，<对>这是普普通通的。但是这样呢，嗯、我总觉得这样应该是白棋好下。 还是还不错。哎，因为那个你呢太早，感觉太早，啊、呵呵压的太早了。这面一点柿子还没张呢，就开始连压。现在他一走这个的时候，更厉害的是什么？他走了这个还要打入，直接打入了。嗯、这个下法说实话有点强，有点强。我是觉得景山的棋好像相对于别的日本棋手来说，要下的要硬一些。哦，他是力战情吗、哦？对，也不是说力战，但是他下的比较强硬。强硬啊呵呵。 但是这个其强硬的风格、力战风格，其实现在中韩都是比较占据上风，<对> <laughs> 而且都是多数都是强硬风格。但是景山呢，在日本那样的大环境下，他的就是算落的速度啊，得不到很快的锻炼，也很快的提高。因为两日制围棋你可以慢慢算，不像国际大赛两个小时的，<好>然后剩五分钟读秒那样，他算的不够快。 啊，现、哦、可能这是他的一个弱点。对，现在黑棋就是一打一跳，嗯、然后黑棋就在往前跳。这是井上黑棋就这么硬着拽出来，<对>那么宽的地方，他就硬拽出来，就是要攻内边，借用这个后势。那么白棋往前跳，这个也可以，或者跳一跳二都有可能啊，<对>都行。那么他就拖一个，其实这完拖完了，这个棋呢，应该说啊。嗯 它是粘上的，哎、呃，它不是虎，它粘上、嗯、这个棋啊，应该说白棋还可以，白棋还不错，哎、呃，感觉还就觉得黑棋的方向不对，感觉这个形状你这还是技术不是拆二，嗯，呃，白棋这个也没也也挺好，对，哎、呃。 那么白黑棋更狠，他是飞一个，嗯，那么黑棋白棋拆二。其实看起来白棋的距离都挺不错的。就是白棋这个棋，你要都来把我给吃了，那我这棋没法给你下了。这个棋应该说，你那么厚实，这么效率上应该白棋好。嗯，我反正喜欢白棋的。您觉得白棋不错？哎，我喜欢白棋。但是接下来景山就出招了，他来狠的了，看他是怎么出招的，他点一个。对。 它是尖的，呃，也有挡的，嗯、挡它长了就粘上，嗯、当然也没问题。嗯、现在它是尖，尖的，它就也可能考虑眼位啊等等啊。接下来一步，大家看的可能会有点、哎、莫名其妙。这居然往这儿很靠一个。这个靠呢，一般人摸不着头脑，对，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嗯，只有再走出去个十步的几步的，才知道才知道它的用意。嗯,嗯，这个这个呢，我们能够。 呃，知道他的用意。嗯。哎，因为这个棋呢，这个这个我们往下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很复杂的棋。肯定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你这个是个很损的棋。对，这很高。确实、呃、不愿意下的。哎、呃，嗯、<哼>这个棋呢，你两头像这种棋都不愿意，嗯、不愿意走的。这个棋是应该是黑棋先损一下，嗯、但是呢，他为了后面的一个硬硬朗的一个手法。冲断。冲断<了>。<儿>我们看啊。 这个棋呢，是我们学棋的小的时候啊，嗯，是一个，这这个套路，打掉,、啊打掉，这是一个什么叫做，呃，一个一，就是一个套路，套路的算是一个给人家下套，<laughs> 或者是这是一个定式化的一个套路。小时候我们就知道，嗯、这个是非常强硬的，嗯，哎，我们看这个，他断，嗯、在前面呢。 都是无可争议，必须这么走的。但它关键的是利。力，给你先做个大头鬼。大家看了可能很奇怪，这不是黑棋差一气吗？不，我们看，提掉、嗯、俩，再扑一个。哎，对。关键是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来狠招了，搬这个，这个搬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搬这边，他被他一搬就死了，来不及了。<是>现在搬呢，你扑也来不及。 嗯，对吧？打吃也来不及，你只有只能打吃。只能白棋这个时候一般呢，是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的一个叫做隐招，哎 <laughs>、呃，隐形的，哎、呃，大家都不太注意。但是这样一走呢，走了一个大头鬼啊。这招棋发生作用了，这个如果没有这个两个，他这一跳就回家了，<对>是吧？因为有了它，你再跳，你看就不行了，再跳人家一冲，你打。 夹下来就夹下来了，是吧？嗯、这不行。好，这个不行，这把这个度给堵住了，哎，堵住了，是不是啊？哎，你扳也不行，扳它这一挡也紧着气了，对不对？嗯、这个地方堵着气呢，哎，那你说我这两个铺都不行，你不管铺这个，它就挡了紧气。你下一步你紧不了气了。嗯、是，这个是黑沙白。你不管铺那个也一样，它也挡住这个。嗯、铺哪个它都是这一紧气你就没了。 这个棋是个非常奇怪的啊！大家白棋要是没有不注意的话，没有这个做过研究的，就给它吃掉了。啊，行，哎，吃掉了这一坨，吃掉也不小，对，是吧？现在可以看出它这个横靠是什么用意？哎，靠，就是为了这一下。为了这一下，嗯，哎是，但是呢，他千辛万苦准备了很多，这个损了一下，对，哎，这走了半天是吃掉了，这也是损了一下，呃，也损了，都损了，前面都在损一些，嗯。 但是呢，白棋呢，实际上是被吃了不少。嗯，冷静的话，这个棋啊，并不差。实际上情况并不差。<laughs> 对，没有想象中那样，好像说一下子被吃掉了就不行了。对对对对，不是那么差。对。呃，不要去纠结这个了。然后呢，他是走的什么啊？他是走的这个，靠靠一靠断。靠断。这个靠断呢，如果你是冲。 我这一断，你争不掉我，这个棋，黑棋马上麻烦了。现在就是争不掉，争不掉，打吃我就跑。对啊，这个棋黑棋马上就麻烦了。是的，所以说那个吃掉没事儿，这个棋，但是呢，黑棋这个时候只有迂回手段了。嗯，他走什么呢？只能他外搬了。外搬只能外搬。就在这儿。哎，那个强了，因为，哎，长长，对对对对，只能这样，嗯。这样。 这样当然是跑出来，嗯，这个棋走成这样之后啊，呃，下面白棋一看他也抓不住你，倒是他你又让了，让了，<laughs> 让让给我。那么白棋黑棋走什么？白棋顶了一下，不，白棋这个顶不对。哦、这个。这个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个现在啊，现在现在这个时候说他,他先跳，他先跳的、呃、这个顶不对。 点不对，先跳这个。这个跳，啊、等它长的时候，它再顶。这个这个下法有几种下法啊？嗯、哎，你不见得要非要去吃它吧？它肯定是很怕人家冲过来吧？它之所以争子现在正没力，他你看我们往说、嗯、啊，他如果冲过来，他断的话，他就把它夹死了。不，现在啊，目前来说，嗯、我说之前他可以考虑再往前下，嗯、说，他不见得要跳这个。他不要跳那个。哎，不要跳这个。 其实最狠的是拐这个，你要么我觉得守一个也可以，单手，单手，小<飞>你大概尝一个，我就退一个，嗯，呃，这样白棋也是很好的啊，嗯、也是不错，这个棋应该说白棋的形状不错，因为你冲断之后现在争不掉，是吧？哦、呃，这个棋我,我如果这样，我喜欢白棋。那他走的有点狠，他是走什么？他先跳了一下，跳了一下，他想追击黑棋，走这个，那再不走，然后再顶。 这个对，啊，嗯、对，是走这个，嗯、然后他是走的这个，对，啊、嗯，黑棋还不肯自己老老实实的补断，他本来说他接一个嘛，也是很普通的，但是他补一个更有追求。这个棋呢，嗯、我觉得就不该再往这儿再继续走了，他是走的什么，又往那个，但他不肯那个地方不肯死，他觉得这个这个棋呢，走在这个一路。 太大了。刚才我们说这二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走的了，嗯、两个都不行，走在一路，一路呢他就往这个走，走在一个跳呢是不行的啊，跳一是不行的，他跳个二，跳一怎么不行？<laughs> 我们给他说说吧，好吧？嗯、如果你跳一，这个地方怎么跑到一路上来回走了？假如说跳这个，跳一，那么我就冲冲这个，接上搬，搬<班><班>对，你就不好搬，接断了就叫吃，嗯、你只有加。 就要被打下去，被打下去就不完了。嗯、你粘上我也粘，你进入不进去。对。哎，你只有吃这个，那被我这一提，那这个结打大了。哎，不，你本身就没结，那儿它也有结，这个、这个、它自粘有结，哦、这个棋白棋是不行的。对。是吧？所以白棋这,这个是不可以打。所以他跳二，嗯、跳二呢？那我们就再解说一下啊，这跳二是什么意思啊？跳二，跳二，如果哎，你要是再来这个，这个哎。 那不行了，你堵不住，堵他吃了，走这个他能爬回来、呃。它他过就行了。哎，他度过了。啊、哦，是的。所以这个棋挑二呢，他来这个挑二是比挑一强。嗯。呃，这个挑二是挺好啊。所以黑棋。黑棋有个绝招，它是破解的。这个是有一个这个棋。它只能外靠，这是唯一的一招。唯一的一招。<laughs> 这招棋。都都度过了。<laughs>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有一个。 其实是有一个回头是岸的，啊！你干脆不要了，就你就就就顶算了吧，顶一个算了。啊，被人家唬一个就算了。唬一个我打一个。啊，你还能打一下。啊，这样呢我就活了。你那可能就给你吃是吧？你你大概就唬着吃吧。嗯，反正怎么吃。吃我爱吃这个吧，我就把这个抢。啊。这个。那还早吧，这棋。我觉得这样白棋。可能不错， 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黑棋这儿目其实并不多。对。这还得扣掉三个子。对。甚至我觉得这个都不要走，哦、这个这个不要走。嗯。呃，我们是这么说啊，呃，这个不要走，这个这个不要顶。顶一下不要、呃。不要顶，不要顶，哎，不要顶。哎，对，嗯、不要顶呢，你就，哎、呃，这个你又不走，给它吃掉。 给他吃掉，你再抢一个也没关系。抢大场。哎，对，脱先就完了。对对对对对对，他实战去去顶掉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嗯，他是走的是。他是这个交换对交换哎交换了。执迷不悟，他觉得这儿死了很不甘心，这一看就是这种。哎呀，这个棋再走硬着硬着走，这个这个跳不应该飞小飞。哦。这个应该小飞。对。 他这个往这儿走，其其实也挺怪的，太硬了。对，有点硬哈。硬太硬了，下的不够柔软、嗯。我觉得这个有问题。这个了一个。呃，这个子呢，如果在这里可能会好一些。嗯。低位一点，他去走的是太，因为这个高低配合，对时控。嗯、你现在这个地方都是空着的，漏着呢，赶快要防一下，小飞就够了。嗯。嗯 大家看他可能白棋在外面跳了两下，但是其实没守住多少空、啊嗯。呃，不，效率不高。啊，他的空并不多。对。就说，现在走了这个之后啊，白棋挖吃，他好像很不甘心被人家这个。他非要吃掉。他非要吃它干嘛呀？不要吃了，嗯、<laughs> 他断了就叫师爷给他不就完了？你、嗯、抢一个其实，是就算了。 就觉得何叶林的棋还是有点僵硬，僵硬僵硬僵硬，不够柔软。不柔，软。棋有时候需要灵活一些。他是要什么？不甘心那个死，所以他他非要纠结。刚才弃掉他不肯弃，是我们看他不肯弃，他走什么啊？但是实际上不肯弃是他是藏在这。这这目数已经亏了，亏了这个亏了，这目数是亏了。但是呢，这块棋呢，他有个回家的路，哎。对。 呃，如他实战是他那个地方，他他不弃子，他非要他。他他一定要给他做出个结出来。他是走的这个。啊、哦。只有这个是能够。可以做个结。救活那个，那个救活，但是是个打劫。哦、这个劫呢，<对>就是说前提是什么？你把这个损了。对。这个损了之后啊，你这块棋没活。是。亏了，应该是顶一个弃掉。嗯。弃掉白棋不错。嗯。 气掉之后啊，你先把把打吃完了，从这儿断，或者这个子放在这儿呢、那个、断更好了。哎，这个棋给他了。现在你有一个问题，被黑棋现在落先手走掉之后啊，你这个没活。对。即使人家打赢了，这个中间还没活，自身还有个问题，死活问题了。所以他又回头把这个吃通了。他把这个吃通。这花了一手棋在那儿。 那这个棋你又去花一手棋把这个吃通，嗯，那你早知道这个棋，如果这个子放在这儿就断在上面，吃大一点，对，大一点，甚至是说这个棋我都想断，嗯、但是呢这个断它有打出来什么争子的问题，有点看不清，哎，<错>如果在底下一路必须断，嗯、那是那断就好了，是的，现在这个棋你得花了一手棋，嗯，从目数上那个地方又损了一下，花<是>，这个地方稍微白棋走的僵硬了。 使得局面呢，好像就没那么好了。<laughs> 本来好就不像我本来觉得这个白 <laughs> 这黑棋这么下是，有悖我们的常理的。这么早就那么大压粮就那么压过去，这个有悖常理。应该说是白棋好下了，但是呢，由就由于白棋这个拧着非要这个在这儿，那儿要走出一个打劫，这儿又要走得太僵硬。<laughs> 嗯 使得这个局面现在有点复杂化了。现在白棋，白棋吃通了，然后吃通拆了个二，这个太大，哎，哦、这个太大了，这个拆二，拆二太大，这个拆的话，这个拆一个，本来我说白棋要补一个，这一拆这底下都漏着呢，对，是吧？所以说他这两下跳也没走着什么，这个太大了。 然后接下来这一手呢，黑棋还可以直接飞照照到这儿，对，给你照进去。那个就放在那儿不走了。啊，他是走这个。那个就被人家白便宜了一下，就感觉好像很奇怪，很奇怪。心情不太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打劫。嗯嗯，但是黑棋损于白棋损一路的走了走了一个那个又多撞了几颗子那个打劫。嗯，黑棋拐了一个。拐一个，其实挺大的。 要我说，其实拐大还是拆大，我都很难说。但是他怕拆完之后，他走后了之后，那个打劫就可能不一样，就不见得劫财的问题吧。嗯，嗯,嗯，像白棋终于抢着这个，这个很大，终于拆了。哎、呃，这个非常大，嗯，抢着了也很大啊。啊黑棋拆一逼住他，拆一，嗯、这个也很稳当啊。对啊，下的特别稳健。对，很稳当，很自信。<laughs> 嗯 白棋把这个走了，嗯，对，这样一来脚上倒是有很多劫财了，这个还要打掉啊，嗯，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掉啊，我也不太明白，不明白啊，他不打，难道以后打还能不接吗？多出一个，这这，这个这个棋不明白。然后黑棋跳一个，也不小，但是扳了长也也也是一步棋啊，是的，哎，那么他立一个，嗯。立个先手，这个挡。 是不是本手是补的跳二跳二二那个地方、哦，应该是那样、呃。本手应该补个补在这个地方是吧？是的。哎、呃，现在他就挡一个，挡一个。那脚上我怎么觉得还是没干净，感觉里面还有棋，有各种的利用。这个黑棋这个挡下的、嗯、也够撑的，就是觉得是。按理说是应该的。那景山一太他是走的比较好，他是挡挡一个、哦、嗯，在这儿。这个棋我自己来判断啊。 判断，我觉得这个时候既然走成这样，白棋你这儿也投入了，嗯，哎，这儿也其实你这效率已经降低了，嗯，那这时候你既然走了，还不给他扑了打打劫啊？就打吃嘛，就打吃也行啊，就赶紧打劫吧，哎，打劫这个时候打劫最好吧？对，你提了提了打应该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哎，然后对铺可以铺也行，可以。 哎，你这个提这个，这你打这个结就行了就打劫、嗯。打结吧，哎，打结你这个不是劫财嘛，脚上这个劫、啊。脚上不是现成的劫财吗？脚上好多个劫吗？不明白，这个棋不是就是很容易的，这没有什么别。他就算他劫劫财是肯定是白棋多，嗯，白棋多，这加加进来就现成的劫财。对，是的。我觉得这样不是很简明吗？他也不像。 他不走，他不明白，不明白啊！<laughs> 这个景山裕太应该是这么高的棋，啊，他没有走那个，他是走什么了？眼零下的白棋，他跳一个。呃，他跳的。嗯，嗯然后黑棋脱,脱退。黑棋脱退。这个棋是走官子棋了，官、嗯、子棋是吧？好像日本棋手是比较喜欢收官。日本棋手他哎喜欢。 呃，规规矩矩的慢慢的下然后官、哎、子官子来胜负的，<是>哎，这种局格局很多啊。就很多棋手，就是日本棋手的官子普遍都比较扎实，所、嗯、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日本棋手的后半盘，<laughs> 啊，因为他们这后半盘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的。磨练。<laughs> 对，长时间磨练，他们不喜欢好像这棋一下子在一个战斗当中结束，这、哦、跟日韩棋手韩、呃、中韩棋手还是有很有区别，区别是吧？ 现在基本上要往关子方向走，但是呢，下面呢，那个实际上就取决这个节。对啊，这个节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节的别的地方都走的差不多了。对，嗯，嗯是。那么这个节呢，接下来到底是不是会开？然后呢，到底会怎么进行、嗯、啊？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让大家思考一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的。 好，欢迎回来。啊、嗯呃，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四十一届日本棋圣战挑战赛七番棋的第三局，由景山裕太对阵何野临。刚才呢，<好>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脱退、啊、脱退了一下。嗯啊、现在是该白棋下,下，白棋靠，白棋下。白棋这个时候局面呢，啊、其实现在是可那个劫是个重点。对，现在、就是呃、那个地方是个打劫。他直接开劫不就完了吗？ 对，实际上直接开结是最佳。哦、他碰一个也无妨，碰了一个，他适应一下。哎，你不能扳了，他顶了，能有扳有气。嗯、现在他一般是就是碰一个更好。嗯、实际上这个结他以后更多。哎、嗯呃，其实就直接打住，哎、呃，那个脚上就加那个脚上又,又制造结就即可。对。现在白棋走了这个，这个不用理解。 <laughs> 这个围什么？这围围一点空，不如那个直接，你拿角就行了吗嗯，看着好像他们这个结老是想先搁在那儿，不明白。先不走。这个我不明白，这个棋围这点空，这能算空吗？这个棋那吃角多好啊！先走了这个之后，被他这个靠一个接上，接上，然后这个结是不是黑棋的该走了？现在黑棋动手了，直接。然后打吃。那当然是，这是。 当然是这个棋就应该直接去打住。对，刚才呢，就白棋先走的话，这是紧气结嗯，现在缓气、呃。对，黑棋先走的话，成缓气。啊、呃，这个棋总是一手棋，<的>这手棋总是白棋，这手棋应该先挪到那头。嗯，哎、呃，现在打劫等于滞后了。对。你现在该是白棋想办法，你的你不走的话，他一手一手提也是很大的。哎、呃。就看白棋的，现在呢，他也没有直接开劫，他现在这儿加了一个。 加一个，适他应手，这个是常规手段。啊、但是这如果说作为劫财的话，不是挺好吗？哎、啊，本来是劫财呀、啊。对，为什么还要先走掉呢？那个，这个就我不明白。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打仗，他打成这样之后再加，嗯、啊，那不是就是让黑棋一举就我认为他就没什么反击的手段了。嗯，现在加呢，你等于是缓气着劫，那黑棋就搬，是吧？他搬了一个搬的，对。对 你提结对吗？啊，没有提结。他先小尖了。小尖哦，他是要这么来。那么你如果搬起来，他就夹住。对，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啊，搬起来就夹住。对他要求下的要。点制造制造一点事端，好像看起来。对，黑棋先点了一下。点一个，让你难白棋难受了。白棋还真有点难受。这个被尝出来受不了吧？不是尝出来，你是提还是顶？哦，你如果提。 <coughs> 假如说提掉、嗯，你没有活，对，那这个劫就变大了，变重了，了而且哦，你不是抓着你提了这个没活，嗯，他往上这一跳，跳这个，哎，自身没活，对，自身还有问题是的，哎，这个棋不不好办，嗯，所以白棋应的不是这个，白棋顶一、这个，对。 那黑棋就点进去了。黑棋点的，嗯啊、哦，然后这个地方挺复杂的。那你这两个黑棋算高兴的，算满意了，啊<呵>、呃、便宜了。嗯、是的。哎、呃，它上面长还先手，现在白棋，它现在是黑棋这个长有先手。你在如果白棋在那儿，如果把那角吃了，它这个能回家。哦、嗯。有回家的手段，是吧？对，嗯、我还以为它这个。 点一个是为了让白棋挡不住这一下呢？不，他还有呃，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现在白棋挡下去，挤一个，打吃，他打这个提掉收气的话，嗯，在这一带收气的话，因为正好是差这一口气，哦，正好就是差这一下，就是能不能挡住？这样哈？嗯，现在因为是挡不住，对，你只能是吼着走或者跳跳，他跳一个他就往扑一个。 这个棋，他正好是挡不住。他本本来的，如果挡住的话，黑棋那就差一气。啊，对，是这样。嗯。这个地方，所以他现在挡不下去了，白棋挡不下。嗯，白棋没有办法，只能打到外面。先手再挤一个。对，这个不走是里面死棋。是，这必须得走。这个里面好像怎么怎么下都。 呃，煎一个，煎一个，然后再挡下去，可以。您觉得可以吗？可以啊，煎一个挡下去。对，你立立一个也可以吧？立一个是不是？单单扎一个，那也行。单就是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对你挡住我就下来。对，那肯定也是个死棋，是的。这黑棋必须得补一个，不补是不行的。嗯。 那下成这样之后呢？这脚上算是定型了。定型了啊，定完了，然后白棋再回过头来。那你这个，那还不如直接打尖呢。我们就你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吧？我也不明白。实际上，这个何野林是亏了。嗯。你在这儿折腾半天都不如直接。不劫财吗？都是。直接就就不如主题的最好。很明显的劫财。但是即使如此，嗯，好像白棋还不差，形势还不差。嗯。哎，白棋是走的那个吗？打吃。嗯，打吃。 是吧？对，打吃。黑棋提劫。提劫，好，他找劫。压一个。找这劫财，顺手劫财，提掉。提对，黑棋这个时候长一个就先手提劫。提掉。顺提掉，对。然后，搬一个。对，搬了一。搬了一个。嗯。哎，搬在这里，黑棋必然吃。对吧？必然吃这个。嗯。不好使。对。打吃。打吃。 然后提劫，黑棋就把这个提了。黑棋这个时候愤怒的把这个提了，是吧？他没劫财，没有合适的劫了。不是说它这个棋本身也大，本身也大。你尝一个，一是又是一个劫财，本身也是有木的。<是的 S 2> 尝一个粘上，人家再飞一个，都是先手。嗯。那这个棋就是黑棋愤怒一提，其实这个题啊，先手逆收的比你这个还大呢。 比你这手一个都大，是这样吧？是的，哎，本人先手长一下，先手长一个。这个棋白棋可能哪儿走的有问题。嗯，这个几个转换啊，那白棋愤怒的是，哦，愤怒他是走的这个，他虎了一个，虎了一个，他还要制造顺便制造劫财，然后还收着木。对，他说要劫对本身他直接打他以后这个他反正现在要叫撑着，要劫财也多。是的。 那么体节他拐了一下，拐了一个，拐的是先手啊，拐这个，拐这个，然后白棋挡住，否则他被他，他觉得这以后怕拐不着，嗯，黑棋提好大飞先手，你这个肯定要有，找杰体节。对，然后呢这个棋黑棋是点了吧，二路飞，二路飞，呵他这使劲儿抢先，对，在那面还是缓着气呢，没错，就这意思。 那，愤怒的打劫了，打劫，扑一下，那就终于是紧劫了。现在是紧，七了。终于紧劫了，七劫。那么这个白棋先手，这个尖，你的做活，对，做这个活，提掉，提掉。然后黑棋是在这个地方点一个，你不能被我冲断，冲断也他受不了，太大了。这个棋有可能呃穿穿断了，嗯，他粘住，再提劫。 搬然后白棋扳一个，嗯、其实这个稍损，这损了一，点，稍损，了，这损了一点其实不走好、嗯、啊。但是这个点一个是个先手劫吧，这一跑受不了吧？对，这个太大了，他提了，嗯，是吧？提了，再提劫。对，现在觉得好像这一下扳好像损挺多的，损了。他不敢冲了，本来他冲的话，呃，没有尖的。如果说现在扳掉了之后，嗯、他这等于紧了一口气。 如果白棋刚才不提冲这个的话，被人家一尖，这这全回去了。对，搬了，对，是这样。这好像不太一样了，就就是这个地方，它总是损了一点吧？对，损多损少，损都损。哎，呃，现在了一下。哦，粘是劫财，这个粘也是损。呃，不走这个棋，一尖就死了啊。对，一尖就死了。一路一小尖，进一粒也死了，一六粒也死了。对，嗯。 那个现在这个时候劫财的问题，他这个粘好像局部又损了。本来搬粘了之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目，现在是十目，就白棋黑棋即使是尖到那儿也是损了、哦，对，有道理。啊、嗯，十目对九，本来是搬粘就先手嘛。对，所以这打劫好像找劫财，白棋。他白棋这儿稍损，嗯、那儿也稍损一点点。 是他他这个棋，我觉得最损，这都小问题。最损的，最大应该早先开劫、啊。这盘棋应该是白棋好的棋、啊。这都不是关键哈，劫。提提<棋>。那、嗯啊、现在黑黑棋一看呢，没有合适的劫财了，他也不纠结了，他就把他。他现在还真的没别的劫财了，嗯、劫财不好找了。提掉。提掉，对。然后跳一个。啊、哦，转了半天，终于到了什么呢？这个又还给白棋了。嗯。 这还给白那个还给白棋的确很大，别看他三手吃回来，但是太大了，好几十目呢，呃、太大了。哎、呃，但是呢，他别的损失把这个又还回黑棋了，嗯、呃，别的地方呢，实际上白棋没占到啥大便宜。对，这本来这个这棋，你看他本来这个能往空空往上跳，能有不少呢。结果呢，哎、呃，他这个棋怎么弄了半天是黑棋的空了？对。 嗯，黑棋已经拖了好几手先了，提一个飞一个，对，然后这又点着两下，抢了不少啊。对，再加上找劫财的时候，白棋又损了。对啊，现在白棋断了一个，断。哦,嗯、哦，这个棋让黑棋如果跑回来这走完之后啊，它这块棋是眼位，它以后还是还有这个问题。假如一尖，你粘它再往前一尖 哇！你整块棋都眼位的问题。是啊。那走了半天没走的东西，干脆把它吃掉，吃掉也不小，十几目呢。嗯。是吧？黑棋飞了一个。飞一个，好。把棋跳出来。跳这个，对。嗯。这就是。把这个连回来。哦，这个不走，这一猴一走又冲断。猴一个粘上，这冲断这个。十几目呢？又十几十多目哈。五六七。那也不少，也不小小。十四幕墙，十四幕墙。嗯。啊，这各走。 现在都是大官子，大官子抢，疯抢大官子，除非大官子阶段。抢大官子，因为这盘棋中央啊，还是有一些很难收束的地方，再加上边角的地方。对，现在是不是他靠了？白棋来个呃，这个实战手。嗯，实战手，走一个，这实际上是损的。你要不交换这个单靠，被他搬进来了。对，再走他给他吃了，再加进来他给吃了。你走不着那些。现在呢，是他来了一个实战手，但是这个呢是的确一般是不肯用的。 这么定型，你这两个损不少。对。但是为了什么？为了把这个吃干净。嗯。但这个也稍损一点啊，本来能够打住。嗯。你这只能候了，<对>等于定定型成这样。你这儿是吃了十多目，但是中间这稍还稍损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白棋把这个都安定了。嗯、那就是现在安安心心数目吧，是吧？对，就收目了。收目了。其实收目，哎，这个时候，收目呢？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叫计算的话，应、嗯、该说白棋还是希望很大。还不错，你觉得呢？我也觉得白棋还行。白棋不错，嗯、那肯定是后面出问题了呗。<对>后面没收好是吧？没收好，官子不如这个景山裕泰、嗯、是吧？对。哎，这个官子呢是他们的强项啊，景山的强项。<对>嗯。 怎么收法？后半盘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一盘棋能不能赢下来，主要我觉得还是看后半盘。对，下面你看看地方不多了。是的。那就你看这个总是往前那个。这个太大了。这个大，嗯，这个是很大。这个不走换成白起来的话，它互相个消涨太大，是吧？哎，现在走在这儿呢，下面收官子是一个关关键关键的，哎。 他是走什么了？然后贴一个。这个贴我觉得有点问题。您觉得他应该怎么？这个时候是个胜负关键。嗯。这个时候关键，这个棋不要贴，就挖掉。挖掉？是吧挖，就既然没啥机会了，你干脆就挖吧。挖,挖你只有一个选择，不能,这个、不能打，打这个一粘你就完了，你只有打、那个、只打这个。对，打这个粘。然后看你怎么补。挺纠结。是 <laughs> 不估计得补在上面吧。 我相信是这样。你如果提我加进来了，这本来是加进来受不了啊。对，加进来还是有一个手段的。嗯，你大概只有粘，我让你纠结，说明我这个袜还是是是符合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对，这很合时宜。估计是黑棋粘上吧。粘上我这个棋一万呢，这儿多出一目，你里面少两目，嗯、那么我这个就已经便宜了。我再压出来就完了。 这已经差了一二三，黑棋已经少了三目了。对啊，我还多一下，然后我再压，这这这这个就差不少呢。对，这个棋这样压出来，你就没什么大棋了。你你要跑这个还是加那个？这个棋如果走成这样，白棋可能不差。白棋啊。 可能啊，<laughs> 有些次序还是应该先走掉，啊、不能老是保留着，是吧？保留着不被人家走掉了。问题是这个是个关键、啊，被人走了，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可以一直保留的。这个是个关键，人家不给你机会了。他，外他贴出来，总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嗯、呃，要马上走。对。呃，其实错了。 他这这个压出来啊，其实不大了。现在目前、嗯、以前这是大的，现在目前该收官的时候啊，就不是大旗了。嗯，哎、呃，因为厚薄都不是，只是木看木了。所以现在景山马上把这个建。哎呦，这个太大，这个太巨大了，这这下挖不动了。你再挖我就往这边打。对了，啊、一个是挖了我能往上这个打，啊、再一个还有呢，我你这个还有个冲断的问题。对。 你要是惹我急啊，随时我这一冲断，你等于还得还是个还要注注意。你小心点。所以这个尖呢，嗯、远大于这个压。是的。应该先挖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嗯，而且没得变呢、啊，黑棋。对。没有抵抗的方法。现在你再挖没有了，呃，错失了良机。现在胜负就又是朝黑棋又倾斜了一下。<laughs> 本来是白棋挖粘，我觉得那个棋啊。嗯 应该是白棋，应该是小胜，可以说也比较稳当。要赢一点。要赢一点。嗯。基本上变化也不多了。这好像可以下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了。哎，对，就是这一块儿。不多了。空旷的地方。对。现在就逼迫他去吃了。现在白棋飞了一个。飞吃了。啊。哎，这吃掉，但是呢，你吃归吃，他弃掉了，他是。对。他就在这儿跳了。跳一个。嗯。 哎，再一走是吧？白白棋靠，白靠一个，这是先手是吧？然后冲过，冲一个，长一个，这样是。是吃了，吃了几目啊？这六目、七八、九目都不到，九目，这吃了小，还不如那一下呢。哎，这但是你是后手吃啊，你是后手吃，本来你走完那一压他跳，你再走别的，那后手吃，呃，被他这儿多围出这也不少目了，嗯。 你这吃的有限，嗯，在最后这吃的这几个杆子啊，被他便，这两个多两个还有木薯呢，现在走成这样之后啊，黑棋老先手，其实我觉得，嗯，挖粘之后把那个补上都比这个大，上面那个这个加一个，我甚至觉得都比这个吃这个九木大 <laughs>、嗯，那个那个那个也不小。 对，那个、上面也挺大，也很大。对，是的。那么怎么办，对吧？现在是官子棋，嗯，哎、呃，现在黑棋加在上面它，它黑棋加在上面吧？对，这个现在好像最大了。这个加一个，加一个，嗯，白棋接上，粘上，渡过，哎、呃，这个棋呢，白棋要正规的是应该先压一个，嗯、先压掉。 先先先压压一个，对对，他主要是刚才吃这个被黑棋这两下走着了之后，突然发现隐隐约约黑棋这儿又要长出。中间你一跳，这都是是吧？亏了。这吃这三个子实在是太失败了，就觉得。吃的，哎，这个时候你要是冷静一下，压一个。对对。他长再靠也还哎，对对对对对。再靠这个。再靠这个，哎，这个是一盘棋。嗯。这个是挺细的吧？有可能。应该是很细，但是需要胜负。 再好好的算一算，哎、呃，这要算了，对，哎、呃，这是需要计算的，哎，他、呃、是没有走成这样，呃，这个就是个官子，嗯、的确是景山呢、啊，在日本称王称霸有道理的，他官、嗯、子厉害，<laughs> 你看他是走的什么呢？这后半盘强大确实是一个必胜、呃、的法宝，应该说是，他在这儿走这个，嗯，是<吧>还是靠了一个，靠一个。 那么他这个抓准机会，这团了一下。嗯。现在你不能被我冲过来啊！冲过来太大了。他是走这个，他抓紧机会，他贴了，贴上来。贴这个。哎，对，贴上来，贴上来有问题了。出问题了。啊，出问题了，我们看啊。挖一个。挖一个。对呀。只能长啊，没有办法。本来你这个压出来没这个问题，现在有问题了。嗯。他这个。 这个怎么办、啊？冲了，这是出问题了。<laughs> 断一个，不，这这这个这个棋好像没办法了。这三个你不能被我吃吧？三个不能被吃。啊、三个提掉没法看。三个提完还要断。是啊，他打吃提掉，关键黑棋他把上面这两个子断了，这也太厉害了，这就白白的生出六七目棋了。这儿这个转换，这不叫转换了。这我觉得白棋亏很多。 白就亏很多啊，<唉>这个地方亏了。对啊。这个地方，哎，你看，本来压完十就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他突然间把这个吃了。嗯。现在白等你白去吃这个的时候，他不要了。回虎一个。回虎，回虎给你那个提了。嗯、对他提掉。对。这个计算一下是黑棋便宜了。那肯定，而且黑棋还抢了个先手。黑棋便宜了。 这上面六目，如果白棋底下只有八目，把这六目一减，只剩下两目了。那便宜了。这两目你本来就有的，啊、你不能说是。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这这个核算下来又亏一点，亏了。对，黑棋还把那个虎倒了，而且。官子的确是这个。景山厉害。呃，就是白这个这个这个白棋有问题。下的不太对。其实如果一挖，我觉得那个棋就是嗯就行了，对，是吧？ 其实我们现在复盘的时候看看很简单，不就是先把粘掉吗？哎，对。但是你下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后半盘下对，其实很难的。很难。因为每盘棋的情况都不一样，<laughs> 然后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非常困难，确实。对了。啊、嗯，那这都是小官子棋了。嗯。这个就个。现在黑棋顶了一个。顶一个。嗯。哦，双。 粘上，粘上，它本来这个籽是掉的，人家一煎就可以把它挖死了。哦，有道理。就白皮白皮煎这个，就如果它不顶，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老师说对，哎，它可以煎这个，煎这个。这这挤的话就被人家冲进去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大概只能挡住。挡住，再一挖。那挡住，你不能要了那个。先把这个，不吃不用也可以，可以不走。挖挖也就完了。 哎，这个反正什么时候都是我盯的。这第、哎、一个你不能不要。对对对对对。啊，是吧？对，这是长是先手。嗯、对他打吃，我再盯也行。哎，反正都<对>肯定是下成这样。哎、对对对这个子我想吃就把你吃了。哎、可以，哎，就是白棋可以随时走成这样。嗯。嗯，所以他回抢一个这个是吧？对。回抢成这样，这这中间这个地方没想到这么大。 哦，就觉得每走一个其实都是挺大的。它这个双完之后，它主要还有回。对，它还可以吃这个。哎，你再双一个，它就嗯粘住是吧？粘上。这儿有一个，哎吃。这儿还可以吃一个子，没错。呃，小官子棋，嗯，小官子，呃，然后白棋又拐了这个，拐一个，扳住，他再扳这个，这样收的。 吃掉，对，下成这样，下成这样，嗯。佩奇接下来也没什么大棋了，就是把这个冲，把它吃掉，对。呃，现在是直接就两目棋的关子了，是的，嗯，把这个冲了，双也是是吧？嗯，他是打吃了，打吃掉，嗯，打吃。 接上，粘上，然后粘住，走掉，然后把这个吃掉，是吧？接住，粘住，嗯，然后那面是不是也可以粘住？黑棋收了，黑棋，先把这个冲了，冲了，好，该收的收了，哎，再，就把这个粘上了吧，还是先冲了一下，把这个粘上了，粘住，哎，然后白棋立一个。 这里呢要小心，有个陷阱。啊，这个黑棋不能乱挡。啊，对，挡住出棋了。这个地方呢，呃，这个官子有点意思。利呢，就是说你如果，哎，对你不能挡这个，挡这个被他一般一般双活双活，这是首先是不能随手。是的，是的。嗯，这下就不对了。哎，嗯，然后呢，你要不走，我是尖在这儿，不，白棋尖住这。 白棋小尖一个，尖对，小尖一个呢？嗯，不是走位，尖一个。小尖这个呢，黑棋不能挡，挡了一般又成双活了。对，所以他只能打吃，这是唯一的应法。然后白棋呢还可以虎进去。哇，那打这个就狠了。提了呢？提了的话就成打劫双活。打劫双活了。然后白棋提回来了。对，你你你,你。 呃，打劫双活应该是哈，双活对，往上顺一个，然后再顺一个，就成打劫。这样，那个是个双活打劫。没错，嗯嗯。那这个白来的那是不行。对。呃，所以这个棋，黑棋不能，哎，不能他他们这高手不会出这个问题。对，尤其是官，他们对这个戏的算法都是没问题。很精确，他们所以肯定是不会问题。会小尖在这里。 一手就把它补了，这里面是实木棋是吧？对。再挤就是后手了。没错。对吧？这白棋再放一个的话是后手。是。的。就里面都是木。哦。哎，因为你打它就反打，搬了它就后面这样吃。对。对吧？那就一亩，实木棋里面。嗯。然后接下来就剩下一两木的小官子了，没有什么大棋了，冲一个。啊。他就把这个。这打是先手。对。打掉。打掉。嗯。 白棋把这个最后这个两目收了，收掉。嗯，他把这个冲了，冲了，挤掉。啊，因为这个扑啊，紧着气没有用。对。啊，那个是呃，该黑棋，黑棋冲、啊。现在冲一个。搬粘、呃、先手那边。对他把这个挤打掉。对。再搬粘。搬粘是先手。啊，把这个冲了。冲了。打吃接上。沾上这个先手。 呃，这个不能不走啊！这一吃就接不接不归了，小心一点。这个必须要必须要走，必须要走啊！接住。对。弯掉。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下成这样。下成这样，来这个再打吧。对，现在把这个拐打了。拐打，哎，这是最大了。哎，这这个中间。这中间还有一幕，这儿一人一幕这最后是一人一幕这儿一幕对。白棋这儿一幕然后黑棋把这个粘上。 粘这个，粘这个，黑粘，啊，粘这个，白棋提掉，那个还是个劫，对，对，黑棋提这个，提这也，这好像白棋是劫打不赢，劫财不够，劫财不够，对，所以他没办法，他就让了，最后劫财是归了，他就自粘了一个，这个跟中国规则还是有区别，因为他们不需要收单官，啊，那算黑棋的了，对，黑棋粘了一个劫，粘一个，对，这样呢，就是现在日本呢，他是也是。 呃，应该是六木半，对，他也是贴六木半的。呃、日韩规则是比较相似。六木半贴子是一样的，贴木、啊一,啊、一样。那么最后的结果，这个，呃，他，呃，最后结果是多少是？石黑的景山裕泰是以一木半的优势战胜了河野林。何林，也就是说排面八木。对，<laughs> 他这个冠军奖金是多少？呃，据我所知，好像是三千六百万人。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相当高的，也是对啊，是的，相当高的一个奖金，没错。嗯，所以在日本那个大赛啊，相甚至要高于我们的国际比赛的奖金，没错没错。所以日本棋手他偏重于国内的棋战，也是有他的道理，可能是确实，是是是。呃，这盘棋呢，总体来说两个人都是有些出入的，这个表现，呃，不是说有一方下的特别好的那种，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欣赏到了日本棋手一些，呃，没有特点的地方吧。我想好的，嗯好，嗯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